我现在要跟你说抱歉，因为刚刚那个时候我是这样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。郑中基政变歌坛前最后一唱，因九年前这事道歉卢广仲。如果生命只是一种等待，为了证明爱的存在，如果失去你是暂时的悲哀，又为何多少年人渴望你回来。情歌王子郑中基首登港都连唱两天，他曾发文说过，因为忧郁症及酗酒问题，唱完高雄场后无限期停工，故郑中基卖力献唱多首经典歌，让歌迷好过瘾。两手空空坐飞机，难得舒服多神奇，其实不要任何外衣，人生简单一点，喝的美丽，想的太多放不下，提不起你是我写意里流过美丽的音符，让我无法对你假装我翩然起舞，像一个纯洁的树，紧紧拥抱你，就是我最好的情愫。郑中基更找来神秘嘉宾卢广仲，一边是勇气，一边是爱情。所有的不是为难的自己，是为你想吧，该为他想吧，爱虽然已不可自拔，装作不在意的你如何面对。其实你记不记得我们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碰面，是在哪里？有第一次碰面要从大概就是前世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，但当然今生我们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个片场，五六七十几，2018年，因为我在我在台湾拍戏，然后那个导演应该是可能是找你弹主题曲，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在吃凉面，因为很饿，那你就进来了，所以我现在要跟你说抱歉，因为刚刚那个时候我是这样。哦，你好，因为我很饿，所以现在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。我有一些礼物要送给你，这里面有有毛巾哦，对，有 T 恤，还有口罩，因为你感冒，下一首可以带着唱，还有很多东西，你回去慢慢。好，谢谢。那我先就哦是。把台交给你，我还要继续留的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，因为我要换衣服哦。那你帮我唱一首歌，要换衣服？对对对对，我换衣服。你唱一首歌，我很快的，快我很快。如果你没有看到我出来，你继续。好，需要送你下去吗？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好，不用不用。那我小心，我等你出来，我就唱完了。好，好。